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以及哈迪政府军之间关于和台达市控制权的战斗，目前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双方目前均可谓是疲惫不堪，不断寻求外界帮助，希望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在和台达市以及港口的控制权问题上，双方均不想做出任何让步，这也是双方目前难以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所在。面对胡塞武装弹道导弹的频频袭击，沙特方面目前已经是苦不堪言，因为对于沙特联军而言，胡塞武装不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军事基地、首都以及炼油厂，而沙特联军则不能使用同类武器对和台达市发动袭击，因为和台达市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同时拥有大量难民，这样的做法将会背负严重的战争罪以及人道主义骂名。根据目前最新消息，8月15日夜间，胡塞武装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南部多所军事基地，弹道导弹产生的剧烈爆炸导致沙特军事基地遭遇重创。与此同时，由于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效率并不乐观，此次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沙特军方上百人丧生，此外还有大量人员受伤。面对此次弹道导弹袭击，沙特方面颇为恼火，然而并没有把矛头率先指向胡塞武装，而是直接指责伊朗方面，因为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均由伊朗方面供应，而伊朗方面则对此表示自己并未向胡塞武装提供任何军事援助。